Hello， 各位，而家咧系科林嘅节目，咁啊，我开始直播。今日咧，于是我问咧，我喺星期四嘅香港时间11:00咧，就为大家播出一啲我听翻嚟或者系应有嘅知识。咁啊，事源咧就系、是、梁振英咧。就告一個議員誹謗，咁啊，關於咧佢收受利益無上報嘅一宗事情。咁呢件事情咧係引致到佢發律師信去告呢個議員誹謗嘅。咁啊，誹謗呢個罪名咧。真係唔大唔細，但係都相當咧，相當係嘢嘅，真係。咁點解我會選擇呢個咁樣樣嚟講一個題目咧？事源咧就係、是、我年輕時候咧，幾十年前咧，我做一個傳媒嘅主管，喺傳媒咧就係、是、一個。接受到會成日被接律師信咧，話佢誹謗嘅一個機構嚟嘅。咁所以咧，傳媒嘅上司咧、負責人咧，就會請到一啲咧律師或者法律界嘅人士咧，嚟向我哋大家同事講解一下，即係何謂誹謗咧咁。诽谤咧可以分为咧 libel 或者咧系 slander 两种，一个即系永久性啲，一个咧就系、是、短暂性啲。咁啊，诽谤构成咧，嗱先讲诽谤啦。诽谤呢两个字咧，就系、是、其实大家咧好多而家听众都听紧咧，都需要知道嘅。诽谤两个字咧就系、是、咧故意。一定故意使到别人嘅名誉啊、声誉啊，或者商号啊等等咧，受到损毁，而咧要求咧赔偿或者道歉。咁当然咧譬如中国人嚟讲，形象咧系相当重要，外国都系。咁啊，而家咧喺香港咧就實行英式嘅法律，所以我咧從英式法律裏面咧獲得一啲知識，一啲所聞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好多時咧呢啲誹謗嘅律師都會同大家講，佢哋接到嘅 case 咧，多數都係艺员方面啊，或者系一啲某啲从事呢样娱乐界嘅朋友，佢收到嘅一种咧，接收到一啲咧毁坏佢名誉或者公司名誉嘅宣传，公开宣传。咁啊，所以咧就佢哋接啲 case， 但系咧好多时咧都往往系不了了之嘅嗱。當時咧，我服務嘅機構咧係一個公開，係一個咧傳媒機構嚟嘅。無論你係紙上嘅傳媒，即係印刷嘅傳媒，或者係報紙、雜誌或者傳單公開嘅，或者電子傳媒係播音，或者係用微波。发射或者有线嘅传递，或甚至乎咧卫星嘅传递，以至咧电子传递，即系而家我哋而家用紧呢个网台，都系一种咧公共媒介嚟嘅。呢种媒介咧引致到诽谤咧，系经常咧系会接到律师信，因为佢系公开嘅。如果私下呢，
私下意思即系话，我同一个朋友讲起两个人嘅私人物计咧，或者我同枕边人讲咧，枕头撞咧，个啲人冇得听到嘅咧，唔系公开咧，啊呢个咧就未算系诽谤，呢个可能系闲言闲语，可能系风言风语，所以咧，大家咧要留意到公开呢两个字。咁啊，第二咧，控告你人咧，诽谤控告你诽谤人咧，佢本身咧，大部分、绝大部分都系知名人士。喺香港咧，就系好多系所谓社会界嘅。大家經常在報章頭見得到他的名字或者相片的明星啊、歌星啊、體育明星啊、體育健將啊，甚至乎呢政府的官員啊、議員啊等等，這些都是名人，英文呢叫 celebrities， 一些有身份地位的人。咁佢哋咧，然後至容易俾人，佢至容易有損失啊嘛，因為佢有社會地位嘛。如果犯一個唔係 celebrity 又唔係一個名人咧，根本咧佢哋受誹謗嘅情況咧真係少之又少。咁啊，做乜要誹謗佢？佢都唔出名，佢都冇損失嘅。咁啊～真系有大细超嘅呢样嘢咧，就真系难怪。咁啊嗱，律师咧，如果接到一啲咁样嘅要求，发一啲信咧，去俾受到诽谤嘅人咧，佢通常咧有四样嘢要求。第一样嘢咧，通常系要求对方。发出系诽谤嘅人嘅能够收回佢诽谤嘅言论。啊，我哋中国人咧有句说话叫一言既出，驷马都难追啊。但系咧，真系原来西方嚟讲咧系会追溯噶喎。哎，对唔住，对唔住。刚才咧断咗，因为咧系有啲事干，系要急办咗事，所以咧中间断咗。我哋今日题目咧仍然系讲诽谤。咁啊，诽谤刚才讲咗咧，就律师向诽谤嘅人咧就会发出律师信。咁呢律师信咧，通常系四样嘢要求嘅，都系唔理四样嘢噶啦。第一，佢话请诽谤嘅佢嘅人咧，收回佢嘅诽谤嘅言论。咁即系话解释咗咧，中国人就话驷马难追啊，咁但系真系原来可以收回嘅。第二，要求佢公开道歉，或者咧公开意思咧，譬如佢喺报章度、印刷传媒度发表呢个诽谤嘅，或者一段新闻，或者一个专栏，或者一个特稿，总之咧喺印刷传媒，佢就应该喺印刷传媒嗰张报纸、嗰个杂志或者嗰个传单度咧做翻呢个道歉启事。佢要求啫，你做唔做系第二件事啊。咁通常咧，我见过嘅个案咧系比较。好笑嘅，因为咧卖出嚟嘅咧可能系大大幅，但系咧佢道歉嘅启示咧细细幅，差唔多咧搵啲微镜要睇到，有噶有知，咁所以咧有阵时要声明你道歉嘅唔该做翻同样大细嘅版面，咁你至接受。或者指明咧，你喺第几粒版发表，
唔該你咧喺翻相當嘅版面咧，未必一定同埋一版嘅嚟發表翻你嘅道歉啟示。咁香港咧成日見到道歉啟示咧，都關乎呢啲誹謗嘅。第三咧，最好重要就係唔該你誹謗嘅人，以後唔好做啦。以後咧唔好再咧刊登或者咧發表一啲誹謗嘅言論，係對我構成咧一啲損失。唔好再做啦。第四呢，亦有可能律师信里面呢亦会写到要求诽谤佢嘅人作出一个赔偿。喔、呢个赔偿呢要计得出嚟喎，计得到嘅。计得到嘅意思呢，即係话呢我因为咁样嘅诽谤而因此我就蒙受一个损失。譬如佢个产品因为你讲衰咗佢，引致到佢个销路跌咗。呢个呢有排拗啊，要可能呢官判嘅。咁亦有可能呢係个人嘅名誉。咁因此呢你咁样嘅诽谤引致到我即刻或者其后我损失咗一啲合约。而啲合约呢係我金钱上嘅得益嚟嘅。我而家冇咗就因为你话咗我衰，话咗我某一啲嘢我係唔真实嘅。於是乎我呢就会失咗呢啲咁样嘅合约。咁呢个呢要你赔偿。甚至乎呢有時呢係有官呢係會作出一個懲罰性嘅罰款。呢個呢就話你做錯咗事，而家呢係警告你以後呢唔該你唔好再做。不過呢而家呢你已經做錯啦，你又認咗啦，於是乎呢有一個懲罰性嘅罰款。就要你交付作对方的一种呢损失。上述这四个这样的情况呢都可能会在律师信里出现的。那么这个律师信呢交来给你之后呢未必是马上告你，但是呢已经呢是作出一个警告，是将会将呢件事呢送上去法庭，由法官呢审理。这个民事审理。咁呢边边呢会胜诉呢在呢个审理之中。咁与同时呢因为可能严重啲嘅呢，咁受到诽谤嘅人呢可能呢申请一个呢所谓臨時嘅injunction禁制令。呢、這個臨時禁制令喺法庭送出之後呢，你唔能夠再講再去做誹謗嘅繼續工作啦。即係話呢換句話講，你唔好再去繼續誇張呢件事或者傳播呢件事或者讲这件事，因为禁制令是禁制你这个行为，你再继续诽谤的行为。法庭颁布了这个这样的命令之后呢，如果是犯呢不理继续犯呢，这个呢是刑事啦，现在变了呢藐视法庭的啦。所以呢亦唔能够随便呢去做。不过法庭呢个 interim injunction 呢个临时嘅禁制令呢係未必发出嚟嘅。呢、这个法官呢都看实际嘅情况，同埋呢对方呢要交一个保证金嘅。好啦。
咁啊，好多時咧，你睇到咧，好多係私人恩怨嘅，啊，有啲咧專登咁樣做嚟到去，我哋用中文嚟講叫抹黑，抹黑咗對方嘅。但有啲咧係事實，咁啊，亦有啲人咧就會個人先告狀啦。禁制你先咯，咁或者系警告你先咯，吓吓你先咯，咁样都有，两样情况都有，不能够一概而论。但系咧，当年咧，我哋有啲法律界人士咧，同我哋啲员工咧讲，当然喺我哋嘅节目里边，无论系谈话或者新闻啊，或者系呢个戏剧性嘅节目啊等等，即系游戏节目都可能有嘅。所谓毁谤别人咧，公开毁谤别人咧，必定咧要系捏造，兼且咧有恶意中伤嘅情况。换句话讲咧。即是说如果这件事是真确的，那就这件事到头来呢就不算毁谤，你讲出事实了，是很公正的，是没有毁谤。所以呢毁谤一定是恶意中伤的。第二还有一点呢要留意，那时他们同我哋嘅員工講，香港嘅英國法律咧，係死咗個人咧係冇毀謗，即係唔會毀謗到一個已經死咗嘅人。咁我記得咧有一個個案喺台灣，咁但係喺台灣咧就唔係行緊香港嘅法律啦。佢話咧告緊咧。韩愈的后人告紧咧一个作家，佢话韩愈系生花柳死嘅，咁啊觉得咧，即系呢样嘢咧就有害韩愈呢位老人家大文豪嘅清誉啦，尤其咧佢哋嘅子孙。更加受蒙受咧一个咁样嘅坏嘅名声，于是告上法庭。喺台湾咧可能会受理嘅，但系咧喺香港法律咧，嗰、那个人已经死咗啦，佢嘅后人咧系唔能够话你毁谤我祖先，你毁谤一个死人死咗嘅人，這個、呢个咧。是唔成立嘅。咁所以呢嗰陣时嗰啲法律嘅人士都话呢死嘅人呢死咗嘅人呢係冇毁谤嘅。咁刚才我哋讲咗呢毁谤一定係恶意同埋重伤啦，同埋生案捏造呢冇事实根据嘅。传闻都係一个毁谤嚟㗎，你咪以为。同埋呢唔能够赖嘅，点样解呢？咩叫赖呢？我只系听翻嚟嘅咋，我或者我曲或者我转述他人嘅讲法啫，唔系我噶，唔系我转，唔系我讲呢样嘢都系有责任嘅。一个有责任嘅传媒咧，佢作为一个中间人传播一个消息嘅时候咧，系应该审定呢、这个。是不是一个事实？咁所以当年呢，亚洲电视，佢因为呢播送江泽民死讯，咁啊将一个未死人呢讲出系死，咁佢话我听错啫，我收到个唔好唔真实嘅消息啫，所以呢我就发布咗。呢、这个唔关我事喎，但呢样嘢咧系混天下之象。点解咧？
因为作为一个有责任的传媒呢，是不能够亦不应该是未经复查或者三番四复第二个渠道第三个渠道复查之后然后才发表的。即是说呢，你发表的人呢本身都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去发表，不是等于听回来就是真实，就当真实这样去发表。这件事呢是要负上责任的。如果是诽谤呢，一样是负上责任。好啦，那还有一点呢，法律界人士呢亦是介绍给我们的员工知的。他说呢，原来所有赔偿呢要基于你个真实可以计到的损失。计到损失意思点解呢？有啲损失呢係刚才我讲咗呢，係你冇咗张合约就计得到㗎喎。张合约本身就只100万。你冇咗咗张合约冇100万。係咪？咁所以呢係有计得到。有啲计唔到，譬如话名誉喎。名誉呢可以呢引致到其他有惩罚性嘅这个赔偿，但实际上呢是很难计的。你可以申请，你可以讲，但是呢是不是判返给你那么多呢，那就法官决定，法庭决定了，要将来。如果在美国呢，那就结了。试过呢很多是上亿元美金的赔偿的。那么香港呢几百万呢閒閒地嘅都有嘅，咪冇。咁喺英国呢就有一批呢就叫做小报 ,tabloid。呢小报呢佢最重要呢嘅生存嘅关键呢，佢就係静鸡鸡派啲狗仔队呢去涉皇室的秘密生活的相片。第一呢，我们知道皇室呢，在英国皇室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组织来的。当然现在呢英国皇室呢已经没有了政治的能力，他只是摆个样出来，印邮票啊、钞票啊等等呢，他是这个作为一个即是头婆啊的形象，或者将来是头公的形象。但是呢，国家仍然呢，英国国家仍然呢很尊重英国皇室这个组织，这个建制里面的一环呢很重要的，是一种建制的。但呢很多人民呢关心这个建制，人关心呢不是只是正面的关心，很多时呢是关心为负面的，什么东西都关心。即等于香港呢是很注重呢很多艺员明星呢歌星呢，佢哋嘅係佢哋擁趸，係對佢哋嘅迷。但實際上呢，亦有好多呢係想知道佢幕後或者生活或者隱藏住嘅生活或者私生活係點樣。所以呢，皇室好多時呢就遭受到一啲小報嘅狗仔隊嘅跟蹤。而且呢去拍摄他们呢不为人知的一面。很多王妃啊、公主啊，阴公啊，都被人呢跟踪得好贴。好像呢很多年前戴安娜王妃呢跟多迪这个埃及
有錢佬的仔拍拖的時候呢，在法國呢就經常受到一個狗仔隊呢那些小報呢去追訪跟蹤，令到他生活呢非常之煩惱。最後呢在一次呢的交通意外裏面，兩位都喪命。咁一陣我再講呢件事情嘅唔好嘅嗰面嘅消息啊。咁呢啲咁樣樣嘅小報呢，佢哋拍完呢啲相呢就刊登喺佢小報嘅封面大肆宣傳。哦，喺出市場呢跟住出口交錢嘅時候呢就會立到㗎喇。咁啲人呢好奇呢就會買張，刺激佢哋呢嘅商品銷路上升，好多時呢靠咁樣搵食。但係英國皇室呢係從來唔去告呢班小報誹謗。點解呢？因為佢有佢嘅地位。佢地位呢是一正话讲咗，系一个社会嘅 constitution， 系一个建制嘅，佢权力相当之影响力相当之大，未必系政治嘅影响力，系人民对一个皇室成员嘅影响力。所以咧，佢唔会以大虾细，佢唔会咧运用呢个诽谤法去制止或者呢要挟緊呢啲小報，一笑自知。甚至乎呢最近呢有一個 MI5 嘅工作人員 agent 嘅，我哋叫特工，佢話呢原來戴飛呢之死呢係一個謀殺嚟嘅，係因為呢唔鍾意呢離咗婚嘅戴飛呢係結識呢個埃及嘅有錢佬，呢個 Hello 呢間公司大公司，英國倫敦好大公司，百貨公司嘅少東，而咧佢可能，當然亦可能由基督教新教轉過去回教，成為回教信徒添，呢個有可能，呢個咧係。话呢唔鍾意皇室，唔鍾意。而呢件事呢亦影响到皇室嘅声誉，所以呢就暗杀咗佢咁讲。嗱呢件嘢呢係指控緊呢个主谋呢係爱丁堡公爵皇夫。但我到今日为止呢都冇见到皇夫或者皇室呢对呢个指控呢发出一啲诽谤，告佢诽谤嘅行为。咁即系话咧，英国皇室咧好多时咧系容量好大，自己有权力有影响力，你咪你讲咯，你啲小报话点都叫小报，咪有你噏咯，噏完啲人睇完之后信唔信咧？我睇冇人理，即系唔理佢咯，亦影响唔到佢皇室嘅声誉。嗱呢件。咁样嘅事呢带俾我另外一个咁样嘅联想。作为特首，一个权力咁集中嘅官员，佢应唔应该告一个议员诽谤呢？喺我嚟讲係呢个係以大欺小，以高欺压。嘅下边呢件事咧，系尤其立法局嘅议员，佢发出一个咁样样嘅信息，本来应该系佢个本分嚟嘅噃。点解咧？因为咧，好喺呢个基本法同埋。一路落嚟嘅傳統，大家都知道咧，立法局係有一個責任，係個責任添啊，
係監督住個社會。即係換句説話講咧，佢嘅議員係有一個責任，係要監督緊行政首長。在这个这样的情况底下呢，这个监督是应该是正确，是不应该是告之于毁谤。是不是毁谤不是一个问题，最重要就是这个量度和容忍是要接受监督。如果 作为一个特首或作为一个政府高层官员或者低层官员都好，是不能够接受舆论或者呢是监察他们的人的说话呢，或者公正的说话呢，合理的说话呢，我看呢是表达到自己一个小气。表达了一个是他越权。在英国刚才讲皇室这么大，这么大的权力的 institution， 仍然呢都对小部很忍受，未必动辄呢就去控告小部。或者告到佢执笠，但系呢世界就咁样，你越告嘅少数咧，越多人睇；你越禁咧，你越申请禁制令咧，越多人想知道，就变咗此地无银三百两，就将嗰件事咧协助佢搞大咗。边啲师爷会咁样样去教佢哋嘅老细咧？我真系唔知道。如果自己光明正大，亦唔怕别人毁谤，到头来呢，即使係呢件事再详细咁样揭露出嚟，到头来呢，光明正大磊落嘅人自然係会得到胜利，但自己如果有屎在身呢，咁就我不再指例啦，真系惊，所以咧，亦有咧暗中咧吓要求更改一啲聆讯嘅问题。呢个咧无私显见私，我都觉得咧有好大问题。呢个咧系公正嚟讲咧，系唔应该咧系去制止呢件事，调查呢件事继续嘅。我亦唔明白建制派咧好多。好公正嘅人，表面咧做出好公正，点解对一件咁样嘅事，仍然咧个心里头唔把持一个公道、公义嘅做法咧？呢、这个另外咧都大惑不解，只有话咧，即系呢种系一种系护短，喺中人嚟讲咧叫做护短，保护自己嘅短处。拥护紧呢一个咧中央拥护嘅人，但中央系咪拥护佢咧？后来咧只可以分解，我咧都唔敢担保，因为咧喺中国政治里边咧几高到咧呢个徐才厚呢个军人最高佢噶啦，做到周永康一个常委中央嘅领导人。都咧下马，唔系何况一个咁样样咧嘅特区首长，亦唔需要咧这个建制派唔应该太过咧觉得咁样做咧系护短咧系会累积到呢个政府，反而咧公正严明。秉持公义，讲出一个真要求一个真相咧，好好去监察社会咧，监察政府咧，
呢、这个呢反而得到民心。如果唔系，每一次呢都会失啲民心。每一次失民心呢，呢啲系累积出嚟嘅问题嘅。越累积越多呢，就唔好意思，越嚟越多民怨，越嚟越多反对嘅声音。咁呢就弊家呢话，就后面呢引致到管治呢都相当困难。好呀，又讲返呢韦庞啊。韦庞呢嘅官司里面呢有一项呢就叫做惩戒性嘅赔偿。呢、这个惩戒性嘅赔偿呢係法官判嘅。咁法院呢会根据呢个实际情况而决定一个呢毁谤程度是深定浅。嗱，呢个呢又根据呢呢个被毁谤嘅人，佢嘅社会地位啊，佢能够喺社会上发生嘅影响力啊，呢啲等等呢嚟到去作一个决定。兼且呢亦会考虑到个法官亦会考虑到。这个毁谤者即是在这个官司里面呢这个毁谤人的单位呢他的动机是如何，为什么他要毁谤呢，他毁谤作出一个这样样作啊捏造一个这样的情况来到去损毁别人或者个机构的声誉，他的行为动机是什么呢？这个恶意一定是恶意的，不恶意不是叫毁谤，这个恶意捏造事实是去到一个捏造什么的程度呢？生安白造去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这些都是呢在法院呢会严重考虑，而呢个考虑呢就会引致到呢所谓惩戒性嘅赔偿有多少啦。惩戒性嘅赔偿呢就係、是、附加落去你实际嘅损失里面。但係呢有阵时呢都好多案件呢香港呢都不了了之。我呢都曾经被人毁谤过，我有一张一本杂志呢在三十几四十年前呢毁谤我。咁呢公司呢因为呢我身处嗰个位呢係要有佢嘅公正嘅形象嘅。咁所以呢公司呢同我去打呢个官司，请一律师楼呢同我去做。咁卒之呢受到这个法庭控告毁谤的一间杂志社呢，第一他首先呢不作答辩，他将他那个律师呢都辞职埋，即是没人去跟他去做被告答辩。第二他不想停缺席。咁法官呢询问我，咁我呢就我讲我嘅实际嘅损失呢就係、是、我父亲因为咁样呢好担心睇到一个咁样嘅毁谤嘅新闻。咁可能要睇医生。咁睇医生呢，医生呢认为係患咗一啲忧郁症。咁要医食药医理，咁呢个呢係一个具体要赔偿嘅金额嚟㗎喇。好啦，法官呢仲加上埋一个叫做惩戒性嘅赔偿。点解呢？因为呢觉得呢个个案里面呢呢间杂志呢间就执咗粒㗎喇。呢间杂志第一佢冇乜诚意。他已经关闭了，
已經不再出。而那個律師呢，跟他做律師的法律代表亦被辭去。根本呢，他在這件事上他不負責任。於是乎呢，加上這些種種的特別情況呢，就要加上這個懲戒性的懲罰。咁我父親去睇醫生嗰啲呢又閒啫，咁加埋懲戒性呢就卒之呢罰款咗50,000蚊。咁當年嚟講呢50,000蚊都算犀利㗎喇，好犀利。因為係個幣值同而家唔同。咁但呢搵唔到人喎。點解呢？因為好多呢啲咁樣嘅雜誌呢，佢知道咗呢可能會受到一啲呢毀謗罪呢，佢可能係成立嘅時候呢係幾蚊嘅啫，一間公司係幾蚊嘅註冊費。第二，佢嗰個東印人呢係人嚟㗎，唔係一間公司，佢人呢就係一個同佢哋編輯部冇乜關係嘅人，呢個東印人呢可能係一個無業遊民都未定，唔知我都唔知係咩人，但呢呢個人係頂罪咋嘛，咁佢呢失蹤，咁官法庭呢頒布咗呢呢個出境就會攔截佢㗎喇，但係呢從來攔截唔到，佢唔出境，你真係耐佢唔好，佢匿埋咗，你捉佢唔到。佢地址呢就搵唔到個人，個寫字呢揸粒，咁呢變咗一個呢 MP judgment， 一個空嘅裁判。咁當然有效，但有效呢你係捉唔到個人，係冇一次得到裁判。咁呢個毀謗罪成立，但係呢清白咗呢之後呢，只能夠叫做即係話清白佢所毀謗嘅一個呢罪名呢係唔成立。咁解啫，其餘呢係得唔到呢賠償嘅。咁呢亦有咁嘅情況。咁真係呢空打一場官司仲蝕埋官司費。如果贏咗呢可能呢要求對方這個賠償埋佢個法律費用都得，但佢走佬啦，咁點算呢？咁個官呢亦會考慮到一樣嘢，呢間雜誌係唔係嗰陣時係一間雜誌嘅，係唔係一間呢正正常常報導如實新聞嘅，雖然係娛樂新聞嘅雜誌呢，定係呢成日希望搞一啲呢大嘅題目出嚟，揾一啲呢出名嘅人物，或者係嗰啲叫做知名人士，然後借佢嘅名聲或者借佢哋嘅事呢嚟到去發財呢，佢都考慮埋呢樣嘢。咁就當然呢呢樣嘢呢亦係一種呢唔道德行為，但係香港地好多時喺30多40年前已經有人呢有啲即係行走江湖嘅大哥呢已經呢係做緊一啲咁樣嘅事㗎喇。咁所以呢我哋講鬼旁呢就係、有呢啲咁嘅實際嘅 case， 有實際嘅個案，同埋呢有當年嘅少少嘅常識呢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呢香港比而家呢喺傳媒度呢日常嘅比較大嘅報呢都係好謹慎，係唔會呢隨便呢發出一啲呢虛假嘅消息。曾經呢喺殖民地時候呢虛假消息呢係
是一个很严重的过失，就是说呢会被政府告他发一个虚假消息。这个虚假消息呢是引致到社会不安的呢，更加呢是一个严重罪行。引社会不安 的消息，例如政治性的或者是财经性的，尤其呢是财经性呢是会引起呢在财经上，就譬如说在股票市场很大的波幅起落，那然后你借这个波幅呢，或者呢有人呢就从中发财，你发出一个假消息。但是呢香港一发一个假消息呢，要经过一些呢公开的媒体实查到你的，即使你是用网媒都有个 IP 都拉到你的，不是那么容易的是发布到的。所以呢财经界的假消息呢是比较少，政治的假消息呢都不应该发布。这么多年来呢，就以亚洲电视发布江泽民死讯这个政治的消息呢比较轰动一点。轰动意思不是那件消息有人信，而是呢轰动在香港这个这样的社会，这么讲法治的社会，居然有一间传媒是会未经核实而发布出来。这件事呢是真是惊人，是令到呢香港呢的新闻界呢或者传播界呢蒙受一个污点。香港的新闻呢虽然不是说全世界觉得是质素最高，但是呢有一样东西，就是起码它不会捏造一些新闻，不会呢报喜不报忧，又不会呢将一些太过的私相授受或者公器私用，不会太过，亦不会为了呢一个政府政权啊等等呢就做奴隶服务。咁所以呢仍然有佢嘅清誉喺度嘅。而且香港嘅法律呢，譬如刚才我正话介绍呢、这个毁谤，呢、这个毁谤法係喺香港呢仍執行得相当好。唔係咁容易放过到一啲呢恶意重伤别人嘅毁谤，尤其政界或者是商界或者是财经界，多数呢很多时作出来都是娱乐界。咁所以呢这个影响不大。而呢这样东西呢是很多人对香港的核心价值的信任，这个不能够呢破坏，等于呢不能够破坏香港呢作为一个这样的金融的中心里面呢的一种会计制度啊、理财制度啊、银行制度啊、金融制度啊，甚至乎呢廉政制度，这都不能够随便呢横加干涉运用的。下一届政府呢林郑呢上场，当然呢亦是需要呢维护香港核心价值咯。除了我呢希望佢唔好改变香港嘅文化之外，他个文化包括呢语文同埋语文两样嘢。尤其呢呢、这个广府话我哋讲出嚟嘅播音啊，日常生活讲嘅话，同埋写呢我哋用繁体字正体字嘅，呢啲不能够随便改动，维持返呢
佢香港特色，嚴格執行緊咧鄧小平遺落嚟嘅一國兩制嘅原意。這個呢個咧原來使到一國兩制咧能夠成功。如果咧一改變香港核心價值或者語文嘅應用咧，呢、這個一國兩制嘅精神咧就此玩完，拜拜。香港咧亦唔能夠咧再成為世界上咧大家信任、國外信任、本土人信任，甚至國內人嘅信任嘅一個咧福地嚟噶啦。咁啊，今日中間有一段時候，因為咧有要事，中間斷咗。咁咧，我哋希望博翻佢。咁然後咧，下週咧，我哋繼續咧講翻如是我聞嘅另外一個題目。咁啊，今日會提早少少，同各位 say bye bye。祝各位呢健康，同埋繼續收睇我哋星期五星期六嘅科林嘅節目，拜拜。